你拿刀小心一点啊。那要怎么拿？那你教教我怎么拿刀，我练一下。在厨房里面拿菜刀，我跟你讲，因为有时候你这样子啊，要碰一下，摔了不得了。如果你拿刀的话，就一只手拿，一只拿刀可以的，一定是这样拿的，知道吗？一般我们是这样子，然后我们手会这样，小心哦，来，对不对？好，会躲开的。如果说你非得是这样子，好恐怖啊！你从我下面。所以如果你没有规矩的话，拉刀在厨房里面是非常恐怖的，真的。你拿一下，你看我拿，你放这，你放这，你看我都这么拿，让一下。这样拿也不对。这样也不行。当然不对了，哪有这样的？我不拿刀了，以后。好，我被你打败了。我做一个百香果气泡水。吃啦！哈哈哈！对不着焦点了吧？最爽的一刻到！冷静，冷静！你是赚了！我是一个很豪爽的女人。我发现了，看出来了，非常豪爽。喝上，喝一口。我不知道甜不甜，现在。店长先品尝一下。不不，我不是店长，店长晃。现在是正哥了，我们还要随时切换身份。够甜吗？真的吗？好喝，非常好喝。那我们快喝吧。他们做的百香果气泡水。好喝，好喝，非常好喝。对，我们后面应聘这个方面也要多啊。要多一起想一下，昨天我觉得我们最缺的就是饮品了。啊，饮品？对啊，这个又好买，又做起来方便。饮品可以啊，这个可就可以啊。扩大一下我们的。我们缺饮品，刚刚管理说我们缺饮品，因为其实饮品还是很卖钱的。我就说好喝吧，第一天就说要喝了。这个我试试。谢谢。非常好，它不用味道那么浓的，我感觉。那再加点洋槐蜜。可以再加点甜。对，这因为这个味道其实又很浓。对，然后放冰块，每次都要加一些冰块。那先把这个放到冷藏柜里吧。也行。我们加点蜂蜜，然后加点水，然后晚上再加冰。我觉得晚上可以再倒一点气泡水。哎，我们再研发一个这个好不好？甜酒酿气泡，感觉还可以。你是卖两种啊？嗯，广坦哥，这个甜酒酿好卖吗？可以。我们再研发一个喝一下。好。你要怎么做？你知道吗？知道啊，就一样的呀。打开，闻一下，因为它本来就已经甜了，你拿个气泡水冲一冲，放点冰块就好了。对啊，哇，你能 get 到已经很好喝了吗？就像那个米酒。哦，好像是。哎呀 ，Chef 玉是有点东西啊。别说了，弟弟，不是说过姐姐天天在外面吃饭吗？给我做一杯啊。这两杯就是我们俩喝的。我们喝的也少。不是，还没冲呢。你等一下。你又在做啥呀？我们又在研发新饮品。那个是、yes. 这个是啥呀？蜂蜜啊。哎呦，可以。哇。太香。不行。还是得要有酒酿的味道。OK， 比快在这里。怎么弄的？没事。怎么弄的？估计就是滑了一下的。哪弄的？怎么弄的？没事，就抠那个。啊！又在阳中迷失了。你找一个伤口，你找一下伤口长什么样？没有，在里面。我刚抠那东西，没事。翻了，是不是？我是不是可以下班了？我是不是可以。疼吗？还行。哎呀，好可怜、啊！怎么了？没事。他都流血了。创可贴，没关系，没一点点。不行，要创可贴。没关系，真没事。我试一下气泡水，
受伤的人来尝一下这个甜酒加酿气泡水。Okay, 我来试试。哇哦，你尝尝。你的哇哦怎么要那么久啊？我因为我真的在细品。好了，弟弟，你坐那边去休息，想用什么去吧。来，张尚文，你手指头呢？没事。张尚文，没事。我去给你拿纸巾。人呢？不用，哥，我这是在里边。快过来，过来。你在外面休息，然后喝它吧。我来收拾。你拿这个，然后去喝吧。啊，不是，我没事。来，我准备了医药包。药包可以放在底下，然后手破了或者没事，有治拉肚子的，有治那个不舒服的，来创可贴。我这贴不到，是纸在里面。没事了，现在已经没事了。好。